这还得，这是关键是看老将啊，啊，这球让郭艾伦突的太容易了。现在啊，就是袁汤文，这个赛季有过高光表现，回来之后，哈，郭艾伦又来了，出现了这个告急，当时也是艾伦受伤，各方面球队这个后卫线啊，用人比较吃紧。之前他也是在这个 NBL 啊湖北效力，是一个属于这种有投篮那种力量型的内线啊。又是被断，高世炎找到艾伦，好球。艾伦突破，哎呀，又是一个 M1 啊，又是一个2+1。郭艾伦这边也投三分，但是郭艾伦有啊，啊，11分了，应该是三个三分球啊，在这刚才那个两分，艾伦的三分还有，哎呦，郭艾伦啊。